来看看大旗上做的白灼菜心。今天一到这个菜籽啊，再戳下水。这个不能一下子下去啊，先烫根，先把根烫个差不多再下叶，慢慢的往里送。对，那根要有样，先浸透再浸水。对，漂亮着呢，过来一摆拍才漂亮呢。啊，泼完凉水还得把它捋一下。这捋一下摆了起着了，摆了一盘一盘的，再为它挤压油，太漂亮了。老公你干什么呢？我在买牙膏呢，现在淘宝正在搞活动，点击左下方链接，打开手机淘宝 APP 搜索关键词太好逛了吧，淘工厂三元三件，真的件件一元还包邮，省钱还得看淘宝。这个是放了呀，整鱼吃肉，整鱼来吃肉，挤压油。